吗？现在换吗？啊？小唐，叫他们总结经验，抓紧时间，第二批再往下。千方百计，这个争分夺秒救人，演戏要输，你现在不能从上面底下输。挺好的，还有那个不能让这个活的人在里面被没有演也死。看到了，就是这个，啊、太看到了。你赶紧要总结这个经验，人能够尽快的，像刚才救出来的人把他救出来。第三个，你还得准备第三套房，就是后来的。啊，准备是吧？就万无一失的，行，不错。反正这样的救治就快。反正行，总体方面我们全力落实。关键是，好吧。反正第一位的救人，关键是救人，行，好吧？行行。啊，人是最终最宝贵的。